在家里面待得太久了，带皮皮出来散散心。哎呀哎呀呀，轻一点，这个夏威夷果能吃吗？应该可以吧，不能吃太多啊。那个帮我把那个机器开启了好不好？那你感受一下好不好？再来体验一下。这不就是你的吗？他想去体验一下，他只是不想做。摇得起来没事，坏了我赔。算了算了，不拼命。多拿两个吧，你不要那么小是吧？只要他喜欢我，我可以把你这个车摇坏。哎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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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在哪里啊？你先站起来。这么小的个子把人家这个车子塞得满满当当的。应该呢？在哪里啊？看到了吗？看吧。不行了，你出来一下。又菜又爱玩，来来来，可以选择歌曲吗？选啊，不能选歌曲的。哦，完了坏了。我要玩。选那一首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可以了，快点快点，嗯，没关系的，走到那个上。我记得他在老挝的时候也做过一次，那很好玩。妈妈，好玩吧？再换10块过来啊！等一下，然后再回家。哦，一思一愿呢。他不可以了，能言可能。甜甜，不能换音乐吗？哦，可以换音乐，可以换音乐。那哦，录好吗？啊。我感觉我好像一个做爷爷的在这里。等着孙女，18岁的大小孩，在给我摇摇车，但是好像毫无违和感。你先吃嘛。害羞，这么快，这么快就完了？另一把，不玩了。好的，奥斯元，林斯特。不玩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可得要命啊！啊。这么多，慢点啊。好玩啊，那再玩两次。1块钱一次啊。
秀，怕人家看到他在玩这个车子。行了，等一下我再给你买一盒回去。嗯，好，一二。